大家好，多谢咁多位嘉宾、传媒朋友抽空出席我爷爷邱汉阳先生嘅铜像揭幕仪式。讲起我爷爷，我会谂起一件有趣事。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唔中意练毛笔字，我爷爷就会捉住我训话，所以喺我眼中，佢经常都系黑口黑面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趁佢瞓咗晏昼觉，喺佢块面度画咗笑哈哈。佢发现之后，唔单止冇嬲，仲赞我好有创意。不过而家爷爷已经唔喺我身边，我反而希望可以再见到佢黑口黑面，捉住我训话。到我大个知道，佢对我严厉系想我好，想我承继佢嘅衣钵，将优势发扬光大。今日我特别开心，因为由呢一刻开始，我又可以日日见到爷爷。我哋帮爷爷树立铜像，目的系俾我哋优视所有嘅员工，包括我自己，以我爷爷为榜样，传承佢嘅精神，携手开创优视新嘅一页。有冇見到阿子南啊？頭先好似喺嗰度啊。唔知喎，可能佢唔舒服，翻咗屋企先。都唔知佢諗緊乜嘢。二小姐，做咩好似冇乜 mood 咁啊？诶，你今日唔系要参加阿邱老先生嗰个铜像揭幕典礼嘅咩？点解会嚟呢度啊？个典礼鬼死咁闷，啲人鬼死咁虚伪，我宁愿嚟成熟你呢度自己坐下，不知几好。嗱，我温馨提示啊，如果你谂住等阿俊咧，你唔使等都得啊，因为咧今日佢上 call， 通常咁嘅情况佢就唔嚟噶啦。冇所谓啦，我净系谂住自己一个人喺度坐下啫。咁冲杯咖啡俾你饮啦。照旧。嗯。Sir。吓，你匹马咯？喂，唔好咁嘈啊，吓亲我啲客噶。诶，咁人齐嘅？我哋啱啱先练完波啫嘛。系、哦，跟住你哋校际比赛，咁点啊？而家练成点啊 ？OK。不过如果醒 Sir 肯翻去教我哋羽毛球。个金牌一定攞硬噶！哎呀，唔教啦。不过见你咁好乖，请你饮汽水，自己攞啊！多谢醒 Sir， 嚟，我要呢支，我要呢支，呢支你嘅，我要呢个你嘅。你哋同醒 Sir 好熟噶？醒 Sir 以前喺我哋学校做咗两个学期羽毛球队教练噶，仲帮我哋赢咗个区际比赛冠军添啊！咁犀利？系啊，我听醒 Sir 讲，佢中学嗰阵直头打遍成个苏屋村无敌手噶，仲话唔知系间咩青年会，青年会羽毛球队队长嚟噶。青年会队长，
這個咧，佢嗰時係青年會羽毛球隊嘅隊長。不過咧，我知佢係你阿媽嘅兵，跟出跟入，隨傳隨到，都唔知幾冧你阿媽。肥佬啊，我之前俾你睇嗰幅相入边嘅羽毛球队队长，佢系咪叫高成啊？高成啊，你讲起我记得啦，佢真系叫高成。以前咧，我哋仲玩鬼佢，叫佢高不成，低不就添。嗱，雖然我知係你哋公司特別顧問，不過都有啲表示嘅。今日全場飲食飲，爹哋祝你生意越做越大。我冇咩送俾你啊，攞咗幾支紅酒嚟擺喺 pantry 嗰度。咁你第日咧就招呼啲貴客。你爹哋啊，琴晚喺酒窖度咧搞咗成晚噶啦，肯定係好嘢嚟。多謝爹哋 ，congratulations Charlotte。Thank you。本來諗住話有啲咩法律上嘅問題都可以 anytime 揾我，不過。你好高進啦，我諗我可以翻屋企。喂 ，Rio， 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，北美嘅觀眾仲等咩啊？快啲去下載呢個 Apps 嚟煲劇啦！